1939到1945，美军二战纪念园。这边都是对这种公众开放的，可以自由进入。然后里面会有一个签到台一样的，类似于在这儿，我以前来过这个地方。然后会有一些二战的时候一些战况，1940年的，1940年的时候德军是开始全面强势的时候，从西线战事，这是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当时不是绕过了那个马奇诺防线嘛，然后直接打到巴黎，也是世界上的那个一个战史上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空军降落的哈这个点。然后这是到1944年到1945年，盟军开始反扑诺曼底登陆，然后开始反扑往回德国。一般这种地方都会有这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如果到了个南部的阿登山区，这种纪念园非常多。这里面好像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对，在这儿的，那笔和那个本子签到的，参观的你可以做个签到，多可爱。然后每一个墓碑就是一个为二战牺牲生命的战士，有他的姓名，他的年龄，然后死于哪一年某天某月。比如这个士兵，这是他名的 Clark Carter， 这个是在什么，这个是一个陆地什么皇家什么一个服务的哈，26岁，1945年5月7号逝世的。永远记住他们，永远被人们缅怀记忆，这就是美国对他们生命的一个尊重嘛。在海外几乎很多像荷兰、比利时、法国，就在这些那个当时二战着重的那些那个战区的话，有分布的非常多的这种点，还有卢森堡队。这个是21岁，好年轻的生命啊！1945年1月，这时候已经接近了个尾声了，叫戴赫铁托花雅了。这个感觉是一个什么？然后有的人看出来是服务于那个皇家空军的，美国什么空降师多少多少空降师，包括美国那个二战时候最有名的那个什么。那个兄弟连那个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比利时南部的阿登山区嘛，巴顿将军，21岁，27岁，每个上面都雕刻的。哦，这是一个 pilot， 这是一个皇家空军的 Royal Netherlands 可能 Air Force pilot officer， 这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了，亚当什么 Johnson DFM， 27岁，43年的11月18号。哎呀，一段让全世界人民值得记忆的事件。这个地方特别漂亮，然后今天到处停的都是车，这是那个标 Hipter， 然后雪铁龙的那个 Blango， 地上面落的满地的这个树叶。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壮观的场景，这个非常小，我以前去过像卢森堡那边、荷兰那边还有比利时那个南部山区那边，比这个规模要大的太多了，这个估计也就是它的1/5可能都不到，因为那边才是那个当时盟军和德国那个作战的主战场区吧，战役规模比较大，在埃登那边。这边呢因为属于平坦的低地地带，然后我到了这个烈士陵园的一角了，相当于烈士陵园，所以这个事就让我联想到最近那个抗美援朝，舆论媒体大肆渲染，但实际上你在朝鲜的话几乎找不到志愿军。当年那个中朝交恶的时候，那个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一怒之下，当时中美变建交以后，把中国的那边的那个烈士陵园全部捣毁掉了，然后朝鲜的教育里面也基本上不提他们的国家自由都是他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带来的，直至不提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这边都是一些花，然后这是它的正中央，再有一个十字架纪念碑，还有一个蜡烛在点燃，再有那个红色的这个杉树，这是枫树，枫叶好好看呀，这棵枫树好好看啊、哦，叶子都已经落得差不多，都已经落光了。哎呀，这个陵园里面点缀的一些花花草草好可爱啊，这个这个花太可爱了，像一个吊着的铃铛，然后吊着的葫芦，然后这是开的，里面是紫色的，这个花太好看了，以前完全没见过这个植物样的，这个有人祭奠过呀。
插了一个美国的国旗，这个只有21岁，又是一个皇家空军，荷亚的 Air Force Pilot of USA， 叫 SW Dodge 道奇 Pilot Officer， 1942年9月17号，他们服役的。这个上面一般第一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服役的编号，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代码一样的，一个身份证一样的，776650。这个要到倒挂金钟，反正看着很好啊。你们这个是美国皇家空军那个 USA 的那个标识哈，那个标记，什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啊，美国什么多少陆军多少啊，就是都有他们的那个。你看不同的这个标识，这又换了一种那个标了。刚才那个是一个阴阳的，这是美国那个空军陆战师的那种那个，这个又是一种。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我一眼望过去，那个还有心形的，那个是八角形啊，那个也是个形状。空军比较多，因为二战的时候美军的确，那还有一个树叶的型号，这刻的真是很好看呀。这个号字还是蛮巨大的呀。你看这个是一种，这个符号也比较好看，这个1940年的，33岁。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然后每一个他们这个都有一个编号，这是 7G， 这就是 7F， 这边就是6了 RFIE， 比利时和美国的国旗 DFC。